平时的时候蛮开心的，很高兴他会一直跳。就是踏出一步了，有突破。阿公，我来了。第二天早上我才知道，他同学打电话跟我讲，他说真的，他然后就传过来给阿公。 阿公跟我讲才知道。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，阿公阿妈看到就是有拿到腰带，他们是第一次看到金腰带，所以就是会好奇，就会边看边摸那条金腰带。凯婷啊，一路走来非常辛苦，因为她妈妈已经有另有家庭了。 那毕竟是我儿子生的、啊，我应该给他接回来啊。自己的孙女嘛，叫他回来抚养。我有把我那个金腰带的照片传给阿公看，然后只要家里有人来，有客人来，他们就会拿我的影片啊、那些照片啊给他们看，他们就觉得很骄傲。我也知道很苦啦，但是他是苦中作乐啦，就期待凯婷以后越来越好。 我想要赢得这次的比赛，然后让家人继续为我骄傲。